特别的机会来跟大家介绍我们 Rakuten Girls 的几位新面孔。首先呢，这一位在去年球季末呢，大家在场上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啦。他是我们去年 Lamigo Monkeys 的练习生，那么今年呢，转为正式的团员。让我们为各位来介绍 Rakuten Girls 宁雅，欢迎宁雅。是宁雅，然后我要先谢谢球团，就是让我当练习生，然后经过了一年的努力，然后谢谢所有学姐，就是都在教没有舞蹈经验的我，然后也给我很大的信心，然后希望在新的球季，就是我们乐天的元年，然后可以再跟大家一起努力，然后谢谢大家。我是轩琳，很开心今年可以在乐天元年加入大家，那希望新的一年呢，可以让日本的球迷更能了解台湾棒球，那也希望可以把台湾的特色就是发展到国外去，那也请大家还有学姐们、球团们，请多多指教咯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云溪，首先想要加入乐天女孩，我很开心。然后，在这里的每一位学姐，每一个人都很优秀。希望我在未来的每一天，能够把每一个学姐的优点都把它学起来，然后篡位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谢谢大家。我们等一下要给学妹一个惊喜的那个震撼教育吧，这个惊喜太可怕了。我觉得我们口味一年比一年重，因为我们之前都只是当面那个看他们练手，我们现在是要给他们直接震撼教育，希望他们会永远记在心里。我觉得这个这么特别的任务要交给木野，我现在就是黑脸，知道吗？脸整个已经乌烟瘴气了。我跟木岩是黑脸，然后大家不要讨厌白脸。我们两个要假装就是对学妹，鸡蛋里挑骨头，很严苛，莫须有。对，因为有些真他们真的没什么好骂的，其实他们真的是很认真，对啊，有就是很认真啦。然后讲真的，他们讲真的，我刚刚眼神那么诚恳，我刚刚如果是讲假的，我们就很好讲，很好讲他的。对啊，我现在就可以马上摆出一堆，现在头很痛，不知道要讲什么。等一下有好戏看哦，好紧张。你人设有设定，应该蛮成功。拜托你们不要讨厌我，我要先讲那个学妹们，其实我们都很爱你哦。先打针，进来要加油哦！今年都会照你们的，来下次被骂就是真的喽。笑我讲的。
影响到未来，例如说今天我们表现不好，未来以后服装什么全部都要省了，对，完全因为一件事情，然后后面全部都很麻烦。我觉得你讲太含蓄了，我们已经在台上被盯了多少次，而且有时候我们在台上，甚至阿路跟我们一起在看别人，原来哪里跳错，原来哪里跳错，我们是甚至已经没有在盯大家的动作，我们已经随心到了，而且我们纠正还要被骂太严格，还要太夸张。其实我们招的时候已经没有到钱。我就想不要给你太大压力，毕竟我们是要记这么多集。对，可是昨天都还没有说过，今天就要到了，所以就唯一一首，然后还唱不好的。对啊，那挺重点是我们还首先一起跳了，然后选择就我们三个出来跳，还跳成这样，所以我其实就是要自己好好反省。你是想到以前真的很辛苦，我觉得丢看着你啊，然后笨蛋还有留言，我觉得很委屈。
觉得你等一下会不会哭？好，我觉得会，因为我跟他们太好了，因为有事先跟我讲，所以我现在状态应该是给我一点点五分钟，我就哭了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最近哭这件事情，我应该算是今天来当表演课验收。你看他那边的眼神，可是你骂的有点真心哎、欸，其实是有80%是真心的。记者讲话，他说你过来一点，你过来一点，我要听他们讲话。只是我心里一直有在回答他，我还没有传讯息给我、啊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最后会哭。对啊，为什么最后哭？对啊，我会哭是因为我放心了，原来是很假的。因为我那时候他们两个在骂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捏我自己的手。你们是真的很棒，虽然他们两个是很勤学的小孩。上一直约我的时候，可不存心钱包约了几百次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甚至还没有开机，他已经把两首单曲全都学完了。对对。所以刚刚没有跳吧？对呀，最后想说你跳一次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原档？要原档吗？我这里有原档哦，可以那个。